要费尽多少力才能换来一片地，没有谁与谁无力，没有谁在哭泣，试着看清被注视的问题，而那些问题正诉说的是真理，爱是恐惧，别害怕，哪怕衬衫都已湿上。喜欢我们的作品，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和按我们的粉丝专页赞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作品，希望大家能支持，谢谢。